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大家收看 CPM TV， 我是彩霞。让我们来看看教会最新的动向。所有的小组组长与领袖请留意，在来临的4月3号星期五晚上8点半是小组与事工团队团契，请记得出席。在3月19号到3月21号，年轻人在这一个的场所举办了一个营会，叫 Invisible Camp。营会人数总共来了接近400多个年轻人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们在这3天2夜进行的活动。相信圣灵一定会触摸你的心，从后面到前面。毛虫，眼睛所看的身体它是毛虫，但是在毛虫里头有一个隐藏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蝴蝶般漂亮翱翔在天空的蝴蝶。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你自己。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里，神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，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的不要再挣扎。忽然能与你生命，是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。圣灵，您已经选择自己想要的服事了吗？
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事工招募，不要浪费这个的机会。事工包括有招待事工、创意事工、膳食事工、赞美敬拜事工、多媒体事工、音响事工、儿童事工、圣经学院资料事工、 Stage Crew 灯光事工以及交通指挥事工。聚会后请向后面的柜台报名。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但愿人人都悔改。地狱不是人们所捏造出来的景象，它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。在来临的4月11号晚间7:30 Pastor Philip 带我们去一趟地狱之旅。如果您想去的话，地点是在 Bukit Jalil Putra Indoor Stadium， 入场免费。想知道更多详情，请询问教牧同工与小组组长。在今天聚完会之后，下午1点有 MTS 课程。课程包括 MTS 圣经入门学校以及 MTS 小组长训练学校，地点是在大堂以及3楼课室。在下个星期 Pastor Ming 将会和我们一起分享主题信息是回家的路。在路加福音15:18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让我们一起到了当天来领受神的话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，我必整顿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在来临的3个月，我们将会使用建殿基金、任现卡，一起齐心建造这无墙和荣耀的教会。报告到此结束，愿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，一起来奉献。谢谢大家收看 CPM TV， 我是彩霞。